台电公司伫嘉义县布袋镇的树那里准备要去配电变电所，但是社区认为相关的单位拢无说明，要求因无讲清楚进程，袂当动工。社区的民众来到变电所施工的所在，准备要向施工单位表达诉求。嘉义县布袋镇树那里的里面认为，台电要伫这个所在去变电所，煞拢无向地方先说明。我希望因来阮做一个了解报告，希望因来当融入阮地方安尼。对，当然包括火灾、余力辐射啦、公安一挂迄落等等的问题，当然爱做伙开一下会做探讨安尼。针对里面的定情，施工单位表示变电所也未起，目前只是要先用铁柱把施工的范围扣起来。针对里面，希望会当召开说明会，会向台电反映。care 的部分大概就是跟健康有关，还有跟这个回馈的部分有关的这些议题。社区发展协会表示，变电所建起来对当地造成什么款的影响，敢有安全的顾虑，敢会影响生活，这些问题都无人来向因说明。当地人放刁讲，即个是新来定情，若是相关单位无要重视因的诉求，会考虑要发动更加大规模的抗争。也若台电是回应讲，会找时间甲地方沟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